陈恩美近日同时弟老公现身内地，巨大同两子一女北上陪陈豪工作，同时享受埋家庭咯。连日嚟，陈恩美都被网民捕获，响29号嘅当日，再有网民喺网上面上载咗同陈恩美互动嘅影片。片入边嘅陈恩美身披丝巾，手上攞住名牌手袋，打扮十足贵妇咁啊。不过网民更加关注嘅系佢7岁嘅女 Camila 面对镜头嘅反应。片入边嘅佢，每当被粉丝镜头拍到嘅时候，佢都即时隐身响妈妈嘅背后。而从另一条片睇到，当时陈豪同埋两个仔都在场，但系当 Camila 再次睇到镜头靠近嘅时候，随即又匿埋响妈妈同埋哥哥嘅身后。有网民话，印象中 Camila 过去并唔系咁怕丑嘅，所以怀疑佢系咪心存阴影呢？事关早前陈恩美曾经在内地陪老公陈豪工作，但是他在上海某间酒店就遇到狂迷，被要求多次合照，即使他几次停低想满足对方，但仍然被拦截，甚至险遭空袭，最终都要靠住工作人员和陈豪上前解围。而当时同他一起行的女女就露出了惊慌的表情，所以有网民相信 Camila 是被那位狂迷吓亲的，令人大感心痛啊。其实艺人对粉丝亲民友善并不是必然的，有时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，和粉丝保持距离都是无可厚非的，所以希望大家追星的时候就不要再这么粗鲁了。